每次我飞回台湾，然后在机场看到他的那秒，我还会眼神不敢对他，因为很害羞，对，然后还会脸红。孙芸新年放闪，就老公戴 Hublot 对表。和老公感情好到出名的名媛孙芸芸，受邀示范 Hublot 镶钻计时码表时，大方分享自己的心动时刻。就是很害羞，然后很兴奋，然后迫不及待的，因为我从美国坐飞机回来要14个小时，然后我就希望说那14小时是只有一个小时就到。结婚3年来聚少离多，就连蜜月都哀叹还没成型，所以新年新希望当然是和老公小份有关啦。然后希望今年可以跟老公出国，终于可以度蜜月。会想去欧洲吧，再去一趟欧洲，去玩我们没有玩过的地方，然后小岛国家。小两口向来放闪无极限，除了要找个好地方晒恩爱，拥有夫妻对表也是他的心愿哦。老公跟弟弟都有，然后他们都是 Hublot 的大的 fans， 然后我也是因为老公跟弟弟关系认知的这个牌子。你会不会偷带老公去过？然后我太老实了。因为我的手太细了，他的对那个 size 不太对。哎，我们可以买对表。哦，老公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。时尚动新闻报道。